又到了睡上床做瑜伽时间，将一个枕头放在 pat pat 底，然后可以伸直脚，手可以举去头的方向，可以轻松捉住手指、手腕或者手踭，好轻松地瞓喺度，感受个肚嘅伸展，会觉得个胃好似拉长咗、打开咗，好舒服嘅呼吸。当你预备好，可以喺心里面讲以下嘅肯定语：我相信自己。我相信自己，我相信自己。慢慢曲起脚，拎起 pat pat， 可以攞开个枕头，坐起身，然后将个枕头咧打长咁样放喺个背脊可以瞓落去嘅地方，试下咧用两个枕头搭高啲 ，pat pat 坐喺脚踭，脚趾弓垫脚趾弓，膝头哥打开，慢慢瞓后 ，pat pat 拎起离开脚踭一下，再坐翻落去，腰系舒服嘅。如果觉得个大髀前面是冇乜伸展的感觉咧，可以坐翻起身，攞走一个枕头，就净系瞓落一个枕头嗰度。再一次个 pat pat 拎起离开个脚踭一下，再坐翻低，瞓好啦，就可以手举去头嘅方向，手捉住手踭，或者捉住手腕，或者手指，感受下个大髀前面嘅伸展。肋骨放松，对脚放松，预备好就可以讲以下的肯定语：我将恐惧转化为爱，我将恐惧转化为爱，我将恐惧转化为爱。慢慢将手带翻嚟身体两边，慢慢坐起身。pat pat 可以坐上个枕头，脚可以放喺前面蝴蝶脚板，跟住可以攞个枕头放喺肚前面，尽量摄入去个肚同大髀中间摄入啲，然后就可以趴低个上半身。个肚咧放松，瞓喺个枕头嗰度。个额头咧可以瞓喺个床上面，或者用手板或者拳头去垫高。慢慢拉长每个呼吸，感觉膊头完全放松，背脊、大髀都完全放松。然后可以在心里面讲以下的肯定语：我好柔软，同时好强壮。我好柔软，同时好强壮。我好柔软，同时好强壮。
慢慢吸气，卷个人起翻身，然后交叉个小腿，右脚喺前面，膝头哥拍埋多啲，大约喺脚踭嘅上面，脚板勾起，然后趴低上半身，上半身趴去左大髀嘅上面，放松个人。如果个肚瞓唔到落个大髀，可以攞个枕头摺喺个肚同大髀中间，再将上半身瞓去左脚上面，感受 pat pat 外侧嘅伸展。每个吸气吸胀个 pat pat， 每个呼气再放松个人多啲。将上半身移动去右脚的上面，趴低，枕头可以接厚啲，去填满咗肚同大髀之间的空位。pat pat 紧，平时可能条腰都零舍容易攰，喺呢一度我哋好专注个呼吸。用呼吸去帮自己做伸展，慢慢吸气，个人坐翻起身，调转个交叉脚，左脚喺前面，膝头哥拍埋多啲，脚板勾起，然后上半身趴低，再趴去右脚大髀上面。如果有需要用枕头嘅话咧，可以用枕头去摄喺个肚同大髀之间。拉长每一个呼吸，吸气吸胀个 pat pat， 呼气上半身再放松多啲。上半身移动去左大髀的上面，放松个人。当你预备好，可以在心里面讲以下的肯定语：我是可爱的，我是可爱的，我是可爱的。慢慢吸气，卷个人坐翻起身，双手合十去到眉心中间，多谢一下身体，感恩今日有美好嘅一天。Namaste。